看就好，卖高潮，不要学。这功法真的很恐怖的呢。太瞬间了。我觉得。哎呦，有燃烧的声音呢。对啊。主任，那个实力控吗？头拿掉，因为白龙血要教你，白老师要教你最新的功法。好。这样子，打上去。黑的不好得。黑的 O A 多少？黑的 O A 哇。我觉得 O A 啊，嫩嫩黑的。能赔了，能赔了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就这样。哦，老师今天学费跟你打折。是。来啊、哦。好。学费打折。哦，来。来，你就帮我喷上去。好。你现在当白龙血已经升级变白博士的助理了。怕你吃，怕你吃，下骹得。嗯。你能做的就是要填缝。OK。好，好来。哎、欸，对。啊，为什么不要用那个水性的水力控？因为这个属性，白博士比较了解。啊，因为成本就是成本问题啦。你若是规套那种油性的，我你做个早一百万。嗯。这里用。嘿，怕一条过。嗯。哎、欸，完全都过。哎、欸，对。唔，我甲你讲，嘿，拖过，嘿，直接拖过。来，老师做一个，你看。老师单手运镜跟单手拍，你就知影讲有够安尼。拖过来，有啊。有。这有像伊林焊接哦。有。你今天学到就是那个墙角之伊林焊接。嗯。哦，墙角伊林焊接。哦，好啊，这个怎么弄呢？我跟你讲，手就这样过来。哦。这个以前白龙学在那个。月球当那个外星人的工程顾问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在搞的，来哦。是是是，我知道你对那个月球题材你也是喜欢。是，没错。月球听说是人造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有听说过。现在有解，听白同学说的。现在有解密，上面人家说有蜥蜴人。哎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你杀一支迄种塑胶抹刀，安尼甲抹起，哎，白同学。白老师特别找这一家四十几年的屋龄的房子哦，听说是一位网红的家的老家哦，这样来让你实习，要不然你很多都是用新的房子下去做，那个没意思的，根本没有机会。对啊，根本没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啊，正常是你是用这個，安尼用的是较好抹有啊。嗯。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上面没有要脱掉，我们就直接这样。啊，一切。人家说什么水深或不深就是成本问题而已了。来，这边再射满一点，往这边。目前你看到的这个是白老师在帮那个外星人做碉堡哦，他们一定要用不一样的工法跟材质，这样他才能统治宇宙，能在宇宙里面哦称霸天下。但是今天白龙学为了来传授课程呢，白龙学就把这个功法带给你们了啊，这个尽量拖出来一点啊、哦，是是是，拖这样就好了。我想应该有同学会说，这个是不是不垂柳？对，就是一样的意思。好，过来，过来，哎、okay. 欸，对家，对家，哎、欸，不，这合法金，合法金，这边因为这边还要再打掉，我们今天断点做到这边，因为这一家。哦，听说这个网红的家，他目前是，他已经修补到只有这边会漏水而已。好、哦，啊、这边是原本就会漏了。啊，这个上面就直接这样上去了。我是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还不错的一个材质，所以苏立康白博士加个鬼一条鬼，就是不能看到那个白色的点。来，在这边，嗯，下一半呗。还是了，下伫遮，下伫遮，唔是伫遐嘿，下伫这管顶。我见这一条伫遮个泡了，个贵。没了。好，佮下个大，下个大。无啊，无啊。无啊，好 ，OK。诶，拍第二支去，佮有一支，我买三支的。啊，无，这个博士没有在讲台语，那个我有买 second， 我按到谁那个谁，我有买那个谁。有买实力，
实力，实力，哎，实力，实力，实力。啊，因为这个皮哈，我们没有弄掉，我们就是直接这样上去的。啊，看了不要高潮，不要说什么有用没用的，没关系，你们就看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讲了，我们的功法是违背于地球上人类所用的传统方法，但是我们能做到永续不漏水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目的，但是应该不太可能了。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功法，一种执着。来啊、哦，把我现在跟你升主任。是，主任，你看这种功法，你会不会吓到？会，因为你如果真的要让这样做，一瓶大概要10000呢。你没有10000，没有人要做，所以你报价一瓶就是报10000。报告是。哎，啊，这个好的实力控哦，它质量很好，它在干的时候非常的快哦。足紧的哦，啊，这袂当搞，这主要是爱均匀。宝人特别讲，即马算下课时间，这讲法你敢有惊到？有啊，惊到哦。嗯。因为这无，因为业界为什么无人安尼做？因为也惊嘛，也他创新，他会怕嘛，会怕让人家嘴嘛。是。白龙雪白博士是无咧惊人嘴啊。我不是给人做的，给人做我做白博士，对不对？再拍起，再一拍，用这拍，哎，拍你半钟头，哎，好，拍到这，哎，所以，因为硒酸酯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材料，但是。我们要现在是以柔克刚，你知道？多方面的试看看。对，因为水的部分，它是一个非常之奇怪的一个东西。好，过来。哎、啊，你这一般哦，积水是拢是墙角，你知道？拢墙角咧积水啊。好，安尼。啊，另外那边等下做， okay. 那边还无吐嘞，还无吐，咱今仔先做到这。哦，这有啊。你那个透明的手套，你要不要弄起来？等一下你来玩看看。是。要不要？可以。这个要让你实做的机会是非常之少的，一般都要加钱啊。所以你啊，姑姑啊，算是也袂歹算啊，但是你啊，用这個做职业，你会算啊考出来。我刚刚去主动接个触碰吧。啊。来，再搁给他拍一次啊。是啊。我咧看，迄个老师做位算算的就好啦。好啦，好。哎，老师做位算得好啦。老师要去算得好。哎，因为要搁做些时间，好安尼。迄留一挂哦。来，搁剩半罐无？有。迄、那个人讲爱留半滴，留一滴倒来喝，留一滴小倒来嘛。迄、那个故事你有看白龙雪电台讲？有。哎、欸，姐姐啊，真正是安尼讲的啊。伊讲啊，是你再怎样没关系，就是一定要留一滴少。留一滴小倒来，我讲今天还是想创哎。好，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这个部分有小可有造出来，我们就是这样过了。啊，怎么被洗下去哦？因为它这个在干很快。啊，这个再拖不能，啊、哦，对，有啊，那怎么换下家伙？你得安尼，啊，这个，再去拍一挂，一挂就有啊，好。哦、最主要这个角落，我、哦、要做的很漂亮啊、哦，这样，然后胸部大漂亮，肩挺才会好看。还有，是，啊，这个拍者，
这袂当完全袂当看这粒啊，管定哦，不用太多，过去就好了。哎，好，好。你这尾啊，你搁用它就会脱手了，哦，因为它已经快要干了。嗯。哦，快要干了，你就这样下水给做出来。往上面，哇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白博士发现刚刚拖横的不对，要拖这样。哦，有啊，好安尼拖下去哩。这个一刮刮，你吃，这这胖，哎，安尼好好好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要生孩子，你要射对地方。是不是射嘴在生小孩的，我知不知道？是，人家你看那个影片都射嘴，那个不是生小孩，不是这样生的，是要射在女生的子宫，你要子宫紧，它要收缩进去，烧要抓进去，你才能在那个蓄精池。你一般白红雪顺便教，射精的时候是射在蓄精池，来家蓄精池，哎呵。是在吸精子，然后子宫才会子宫颈，它会去收缩，会去抓。啊，这个不要觉得我射或怎样，这是几种健康教育的常识。所以，你有时候如果说你生小孩，你要生不出来，有时候用狗趴式的会有差了。好，安尼，来把你学起来哦。嗯。因一拍雷声，伊个吸精子还流一下。好。真的啦。拍个不爱拍啊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. 好，我们就是今天呢，白博士先这样子弄给你们看，春老姐，哎、欸，还有半条啊。那白博士、白老师今天就示范到这样，啊，这种功法的话，你学到就赚到，是，争议的话你就不要学，好不好？好谢谢大家。